听这声音就很不对劲。没错，我去开点电一电那一个，其实可以干嘛你知道吧，就先电一下垫子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说法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说法，垫垫子啊，没出，只剩下三个了，已我开没出，哎呀，我感觉你要只让我开三个是不是有点，哎，出了你妈，不是你个逼，你好恶心啊，我感觉我的阳气被人吸走了，我感觉我的阳气被人吸走了，怎么办？这狗逼，我给他开了两个十级的东西，好恶心啊！说实在，我感觉我的，你妈又出 ，fuck you。自己看着办，我下线了。